来人，来人！陛下，陛下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给朕宣先师清水真人，马上进宫。是。先师曾经为朕调养身体甚好，一年前先师的预言也成真了，朕会在宫中遇到地之煞气，噩梦连连。现在有请先师指点迷津吧。陛下，皇宫确有凶煞之气，陛下需离开皇宫，巡游狩猎12日，历经12地支中的12天煞气后，以往西北方向，方能避开此劫。准奏。那就由先师陪朕，带同40护卫队，一同狩猎。遵旨。陛下，奴才也陪您去狩猎。准了。停！真人，这样就能化去凶煞了。陛下，无量无量。所谓亢龙则物，此次狩猎以血气冲去煞气，成果定然非凡。
宋大人，嘿嘿，又在做你的研究呢？啊，学无止境嘛。宋某现在是一介草民，称不得大人呢。啊，你呀，你可算了吧你啊！哎，你见过哪一个草民随身携带着御赐金牌的呀？啊？不过宋某现在并无官职在身呢，倒是明德兄身为建宁县的县令，当称为王大人。罢了罢了，我呀，我说不过你。待过几日，我那云海外甥归来，我看你如何应对。你外甥那可是我嫡传弟子啊。再是你嫡传弟子，那也是我外甥，我看他向着谁。哎，我听说呀，云海已经升至朝奉大夫了。云海少做大官，非善事也。哎，宋兄，你这此话何意啊？你官至提刑之时，不也才是即官之年吗？不可同言呐。哎，那不证明你这师父教的好吗？这话说得好啊。你倒真不谦虚啊你。哎呀，你这整天研究这些东西，都研究出什么门道来了啊？哎，我看你对这人骨好像很感兴趣啊，要不你来研究，我来做记录。不是，算了，我怕我老看着他晚上做噩梦。啊，这样你研究吧，我告退了。清水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大哥张春仲可是为你做事的。！范小山之妻貌美如花，你见之便心生歹意，而后趁范小山出门做生意之际，你深夜潜入范家，欲对范妻图谋不轨，范妻不从，你便将范妻杀害，是与不是？大人，绝无此事。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绝无此事。那为何案发现场却有一如此精美的纸扇呀？啊，来来来，你好好看看啊，看看这上面的大名，我建宁县能写的一手好书的本就不多，表字匪清的更是只有你一个。大人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小人爱妻，坊间皆有耳闻。这范妻，学生是见过两三回，也确称其美貌，但是学生不至于做出这等有辱斯文之事啊！啊呸！你还知道有辱斯文啊？看来不给你用点刑，你是不招啊！来呀，给我上刑，大刑伺候。大人，大人，且慢。哎，就是真得吃什么苦头啊？哎，王大人，宋某失礼了。宋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请让宋某看看这把纸扇。我明白了，宋兄，是不是看本官断案，你心痒痒了？
可惜呀，你来晚了。这个案子已经是铁板钉钉了。王大人，仅凭这把纸扇就断定那吴斐卿是杀人凶手了？这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了，明德兄，你就这么断案呢？本官断杀人案，那不也是第一次吗？这百姓可都看着呢啊！你可别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断不对啊！当然不对了，你不能光凭一把纸扇断定人生死啊！万一这里边有人栽赃陷害，怎么办？明德兄，你可得记住，这人命可是大于天的。人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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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里啊，拉给身体不适，可将琐事交由中书令处理，这样既合章法，也循事实，还望陛下三思。太师言之有理，那就如太师所言吧。退朝。吾皇万岁！先生与宋慈大人是故交？故交倒也不是，不过也有些交情。先生，我夫绝对是冤枉的，若您能救得我夫君出来，尽管提要求。我尽力而为。这几日我需暂住吴府，切记不可将我行踪泄与他人。我以黑纱掩面，诸多不便。好。小四。夫人。送先生去偏房休息。是，先生请。夫人。
大人。宋大哥，去把灯点上。是。胡闹！来建宁不到府衙找我，大晚上乱跑什么？居然跑到案发地来！你看看你有没有一点女孩的样子。宋大哥，我不是无聊吗？再说了，人家怕你有危险嘛。我师父说了，你也就脑子还成。你师父啊，什么都成，就这脑子啊。哎，孟小姐，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？更何况还是在这儿。你胆子这么小，当仵作干嘛？你呀，还是这么牙尖嘴利的。发现什么线索没有？我听说范家有命案，所以知道糊涂王叔叔定不会细查案的。晚上我就偷偷跑过来，果然在床头拐角发现了这笔。三日又何妨？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宋慈又找到了新的线索。哦，说是找到了凶器。那为什么咱们的人在案发地就只找到了一把折扇呢？啊？什么人？狗官，拿命来！哎，国师，飓风寨漏掉的鱼儿就没影了。陛下放心，已经有人看见鱼影了，跑不掉的。那就好。报太师大人拜见。说实话，我最怕见到的就是这老头。轩，
哪有王怕臣的？听说今日有人刺杀女王叔叔，寻仇的呗。你是没有听见，都叫狗官了，那糊涂蛋也不知道断了多少错事儿。宋大哥，我们来杏花楼干什么呀？来这里当然是喝酒了。今日咱们呀，不醉不归。哎，班头，你记不记得扇面上那首诗啊？好像是“桃溪不作从容住，秋藕觉来无绪处。当时香后赤栏桥，今日独寻黄叶路。烟中烈秀青梧树，雁背夕阳红玉木。”哎，大人。吴夫人，忙了一天了，怎么还不休息？我还是有些担心。夫人大可不必，案子既然已有宋慈接手，那沉冤昭雪必指日可待。可是宋大人并未全盘接手啊。这样吧，我写一封状书，你且交于宋慈。对对对。清界内恳请宋大人重审谋杀范妻一案，这是诉状。把诉状呈上来。此诉状是何人所写？家中先生所写。武士，本官定会重审此杀人案。谢大人，先生说的没错。哦，你家先生说了些什么？宋大人为人明察秋毫，定会重审此案。哼，
你家先生倒是知晓宋某。吴氏放心，此案定会水落石出。谢大人，奴家告退。明德兄，啊啊，劳烦你出一调令，我请班头拿着调令调出吴匪清。啊啊好，哎，师爷。哎，是大人。草民范小山拜见宋大人。你就是范小山，因何击鼓啊？宋大人，你把我的杀妻凶手吴匪清提出死牢，草民不服，前来喊冤争辩。哼！谁告诉你宋某提了人呢？我范小山，谁告诉你的？快如实招来，否则把你打入大牢。是杏花楼的张老板。哼，等的就是他。班头，把杏花楼的张老板带过来。是大人。下去吧，先生，您请。先生，你说那宋大人真的能重审此案吗？你去之时，可是宋大人坐在衙中。正是，他还特意问了状纸是何人所写，想必是认出先生您的字迹了。是吗？吴夫人请放心，吴家主不日将回。快点。大人，人已带到。好。啊，大人，不知大人让小人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如此慌张干什么？我就想问问，在你酒楼墙壁上写有一诗，题名《建宁城李秀》，这李秀，你可熟悉啊？啊，大人，那是去年的事儿了。去年有三位秀才到我酒楼喝酒，这李秀便是其中之一呀。来，干杯！几位秀才想吃啥尽管点，我这新华酒楼啊，有的是酒和肉。我说，咱们光喝酒有何意思啊？不如题诗助兴如何？好呀！啊，好呀！好，你们想要的我这儿都有。秀才们，这边请。好，请，请。桃溪不作从容住，秋藕觉来无绪处。当时相候赤兰桥，今日独寻黄叶路。好诗。好，李秀才真是好文采。好诗啊，真可谓是李兄好诗，行云流水呀！啊，真是好文采。咱们都要多多跟李兄学习。哪里哪里。班头，拿着，你好好看一看，那首诗是不是扇面上这首诗？原来大人也喜欢这诗啊！我说呢，当日大人到我酒楼，为何一直盯着墙壁看呢？你再好好看看那个落款。北京吴家主，大人，这是吴家主的扇子。再看看这个，大人，这是小人店里的账目，怎么到大人的手上来啊？大胆！张大海，你自己写的字你不认识了吗？杀人栽赃，该当何罪？不是的，大人。大人，是他，是范小山。
他嗜赌如命，他前前后后借了我十两银子，他还不上，他就说用他的发妻抵债。大人，小人时常去杏花楼送些山货，这次见小人凄美，别让小人染毒，最后拿发妻抵债。你胡说！要不是你告诉我你妻一人在家，我会去吗？我让你玩的，又没让你杀他呀。大人，这是他用计害小人的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真的冤枉啊！拿死我的发妻，绝对不能轻饶。卑鄙无耻！要不是你害我，终于都是你，真相大白。绝对不能轻饶他，我的发妻。明德兄，哎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左右，来呀，将此二人打入大牢。大人啊，大人，有人冤枉，冤枉啊，大人！宋大哥。你怎么把案子让给那糊涂蛋了？什么糊涂蛋？他是你明德叔叔，乃是你父亲的好友。哼，我父怎么会有那么糊涂的好友？你这不是白白将功劳给人吗？宋某乃是一提醒，案子多一件少一件也无妨。而你明德叔叔可是建宁县的县令，他的案子多一件就是多一件。也是。不过，这案子都结了，你怎么还在看状纸啊？哼！先生，都这个时辰了，相公当真没事吗？吴夫人，请放心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回来了？是啊。神了神了，这个宋大人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夫人，夫人，相公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吴家主，吉人自有天相啊。这位是？这位先生是位义士，听闻你的事，特意过来帮忙。哦。多谢先生，不必客气。相公，快来坐。哎，管家，快去看茶。是。相公，那真凶抓到了吗？自然，一场狗咬狗。我呀，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哦，吴家主不妨说说。啊，说来当真是我倒霉。大人，你不早就想清剿黑风寨了吗？看，连老天都在帮你啊！这飓风寨易守难攻，除却官府大军，谁还能有这等实力？那大人，咱将消息上报。确要上报。若是军队，为何没有任何消息？这若是匪徒，那就更糟了。我们快马加鞭，三日之内。必到见你。是。多谢先生。一切我都听夫人说了，您当真是我的贵人。吴家主不必客气，请坐。哎。先生，明日我准备去宋大人那儿亲自拜谢。那自是应该的，夫君能沉冤昭雪，多亏了宋大人。确实如此。先生也同去吧，自己都可认识，想必宋大人与先生交情不浅呐。那倒不必。如果宋大人要见我，
就有劳吴家主告诉他，来吴府见我就行。先生这是何意啊？但凡转告。吴家主，我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哦，好，管家。哎，送先生回房休息。是，先生请。他谁？夫妇二人就先告退了，欢迎宋大人。We'll be right back.
阁下究竟是何人？既说是宋某的故交，不妨露出真容，也好让宋某对号入座呀。先不说这个，宋大人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。但说无妨。如果我跟你说，
陛下，需离开皇宫，巡游狩猎12日，历经12地之中的12天煞气候，以往西北方向，方能避开此劫。振奏，没想到在朕去巡游狩猎的途中，就遇到了埋伏。再也没有见过张纯仲。唉，离开了飓风寨之后，朕谁都不敢相信。一路下来，路经此地，正巧就碰到了松子你。不得不说，
缘分吧。臣请陛下先移驾建宁府衙，后事再从长计议。那我们明日一早就出发了。好，你们两个早点歇息。班头，宋先生回房休息。是。
so high, I'm hypnotized. What's up is down, what's left is right.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view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是真君，受奸人蛊惑，护卫国贼，犯下滔天大逆，请陛下赐臣死罪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朕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微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降罪。韦将军，不必再多虑了。陛下这是吉人自有天相啊。宋慈，你也开始溜须拍马了。
陛下已经歇息了。啊，有劳了。宋大哥，但是我那些师兄弟都是第一次进皇宫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不用担心，我们换的只是朝殿的护卫，又不是整个皇宫的。再说了，这里面还有威将军协助我们，不会有事的。嗯。咱们就在这里等，天一亮进皇宫。陛下准奏，继续派人去和藩邦和谈，如若不和，出兵围剿。遵旨。有事上奏，无事退朝。报，宋慈大人求见。传，传。臣拜见陛下，拜见国师。免了。宋卿难得进宫，到底所谓何事？不是昨夜陛下召见微臣，今日来见吗？进宫之前的君臣密事吧，烦请各位大臣上前来对质。言之有理。臣斗胆请教陛下，元初三年春，陛下亲写密旨，旨意为何？这个，时隔多年，朕，爱卿啊，朕要感谢你为朕栽出的法子呀。糙米掺糠，虽有薄人道，但却多活了十万百姓。是啊，陛下可还记得当年的十万雪银？记得。朕让爱卿密拿了3000给了一位故人。陛下，那老臣的元老何必，历经二朝，蒙雪藤条教朕，朕怎会不记得？臣等参见陛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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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将这两个反贼拿下。将此二人拿下。看谁敢。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逼我的。
饶命！你糊涂！饶命啊，陛下！奈我何？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陛下，清水妖道等人皆已诛灭。宋大人护驾有功，需要如何赏赐啊？微臣还愿做一名推官，打算著一本书，洗冤录。宋卿功在千秋，如此甚好。不过朕还有一个小忙，需要宋卿亲自为朕跑一趟。微臣斗胆猜测一下，陛下是让臣去趟建宁，寻找吴斐卿一家。知我者，宋子。Thank you.
Thank you.